孙俪的好身材一直备受外界赞赏，好身材的保持离不开的则是合理的饮食与持续的锻炼。不过近段时间对于孙俪来说，自己想要得到更大的改变，于是开启了饮食新模式，少食多餐。9月25日下午，孙俪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出一组美照，刚刚下高铁的孙俪看上去心情不错，开启了自己新一轮的工作，手中拿的包包可是可爱十足，想必一定是受到女儿小花的影响，心理年龄也是越来越年轻化。孙俪坦言自己目前正在进行少食多餐，只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之后，却发现自己确实进行了多餐，但少食似乎并没有出现。自己除了每天三顿正餐之外，每天还会吃许多点心，这样的结果让粉丝们哭笑不得。不过能够吃三顿正餐又吃许多点心之外，近段时间的身材依旧保持如初，这不得不夸张一下孙俪的正餐。喜爱素食的孙俪可是十分喜欢全素宴，昨天在中秋佳节之时，孙俪就表示是自己的吃素日。在孙俪的社交账号上，于是能够经常见到娘娘的全素宴，人美心善的孙俪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，在一段时间工作忙碌之后，就会陪伴自己的女儿小花与儿子等等。孙俪在孩子们暑假之时，更是带着两个小可爱去国外游玩，画面温馨十分有爱，老公邓超更是把孙俪宠成了小公主，两人结婚多年依旧恩爱如初，被称为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。本文为娱乐小小看原创独家发布于企鹅号平台，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、抓取、抄袭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本企鹅号，转发此文章，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自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